出影片，映于一九几几，当天跟你天都不理，欢欢喜喜，未有预备别离，只想永远好天气。但谢谢现在大家不需讨厌，陪情人时候甚至也会致电，无言时谈论没相干的影片，偏不易见面。谁能避免相识相识，但离别是否这样可畏？太多恋爱曾铭心刻骨，未及得到那位。啊，谁还害怕暧昧关系？仍然又是否这样可畏？怕只怕再拥抱未着迷，最美好的记忆都会浪费。想起应于一九几几，当天跟你怎么一起，得到欢喜始终得不到你，只得最爱的知己。但谢谢现在大家不需联络，陪情人时候甚至也会致电，